狗不如。你干嘛冲？你干嘛跟我笑？你干嘛对着我讲？你，我可以讲了吗？可以。人头猪脑。你又看着我讲。我们只要看到外国来的朋友，我们都会很愿意帮助他们。啊，哇，那我想今天竞赛起来就精彩喽。可能有日本人这边会比较辛苦一点呢、啊。我们来玩个游戏好了。你知道什么叫成语吗？你叫什么菜菜子？斋藤菜菜子。斋藤菜菜子啊，这个名日文怎么讲？斋藤奈奈子。斋藤奈奈子，你会成语吗？我不会。你不会成语啊？太棒了！那我们玩这个小游戏应该蛮好笑的。我们那就这边，左边跟右边。我的题目是什么呢？注意哦，跟十二生肖有关的，我们照顺序来，从鼠开始一路到猪。两边一个个讲，如果先举手的，我就让他先答。好，来一边，看谁快哦。来，鼠举手，鼠什么成语？快，鼠头，继续，就举牌，要举牌。好，你说。鼠头鼠脑。鼠头鼠脑。鼠头鼠脑。来，教授，没有，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？三、二，说。贼眉鼠眼。贼眉鼠眼有没有？这不能讲，后面都不能讲，后面不能讲。有，贼眉鼠眼有啊。好，有得分啊，快，牌子给他，牌子给他，快，牌子给他，快点，下面去，到后面去。来，准备，牛，来举手，要先举，举起来。好，你说。钻牛角尖。钻牛角尖算成语。算了，哎呦，算呢，好，只顾说算就算，好，各得一分，换下一位，没有了，来不及了，来，准备，没有，下一个，虎，举手，虎视眈眈，来，虎视眈眈，牛得分，2-1，快，下一个，兔，举手，兔，兔有什么？李焕云，快点，3-2-1，教授，兔有什么？兔死狗烹，退，下一个，快，龙，画龙点睛，画龙点睛，对，有，来，蛇，蛇蝎美人，蛇蝎美人算吗？也算，哇，你们快完蛋了，那个马，马什么？马到成功，马到成功，有，羊，羊入虎口，羊入虎口，有，过，猴塞雷，猴什么？3-2-1，猴什么？尖嘴猴塞，难。尖嘴猴还有什么？杀鸡儆猴，换鸡。杀鸡儆猴，没有错，刚讲，不行，换鸡飞狗跳，行，换狗，快狗。什么？狗急跳墙。狗急跳墙，有过。猪。猪狗不如。你干嘛冲？你干嘛跟我笑？你干嘛对着我讲？你。我可以讲了吗？可以。人头猪脑。你又看着我讲。我都被讲走了，来不及想。人头猪脑，有人头猪脑吗？人头猪脑没有了。总比数3-7啊。恭喜这边获胜啊！给自己拍拍手。